钱的。好，抱歉，我又来了。付钱没有钱，有个人要下雨了，又一台车。哎，这是我的钱，我的救援车不会付钱。丑小鸭，那你那台是代步车？这一台是警察车，它是救援车。这个是公司代驾不行，对，是我自己规定，这不是你的，我说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你的，这是你带来的，不是，你有没有？怎么都没有车在留下来，都没有。那三车的，那都拿掉，加在车里。那白色掉下去，我要怎么拿？怎么都没有自动停车塔，都没有车子在溜滑梯呀、啊。嗯，有了。啊，怎么又被手拿走了？要自动溜啊！哟，哇，怎么又被人家拿走了？小乖，小乖，你不是在玩存钱筒？啊，小乖，你要那个存钱筒白色的在哪里？哇，你看人家又不跟你玩了。要找爷爷。这里还有转转停车塔。停车场。可是你们没有买电池啊！乖乖，赶快去买电池啦，不然没有电不可以转。